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想跟你分享一则故事，可以供您参考。探险地点，故事如下：经由家人赘述跟地方上传闻，有吻合的地方，也有实际在这间房子住过的人分享过。在日治时期时，这户人家是地方上望族，很有钱，会收童养媳妇或婢女。这家的主人翁只收长相清秀可人的在世女。经由长辈叙述，有奸杀后埋藏在此厕所附近的尸骨，至今无人敢靠近，也没有人去处理过。经由在这住过的人说过，曾经在地板有块板砖比较突兀，挖开后里面有尸骨，但没有人去处理过，以致荒废至今，也无人敢靠近。就连我们地方上的乡亲也是避而远之，虽然不知道真实性如何，毕竟年代久远也没有可考性，不过相传这么久，或许是有他的故事在吧。这是由我八十几岁的爷爷口中得知，感谢您拨空观看。主要是网友说这边有住人，我相信是因为他有床垫，又有这个桌子，对，然后又有椅子。哎，你们看一下，这里都是烧过纸钱的痕迹。对啊，那是没烧完的。这边也是啊。这里都有，整个这里都是啊。对。而且，依照它上面的这个，你看都已经褪色，然后这里还有烧剩下的，这个时间应该有点久，不是近期。嗯。对。走过去。衣服，等一下哦，这里是什么？我会特别注意地板，是因为网友有提到说地板有一个突兀的那个嘛，但是没有看到。唯一比较突兀的就是刚才那个中间可以看到底下是中空的地方。我这边感觉是很不舒服，刚才一直在爆汗。你踩在这里，你看，这个是烧过金子跟。有插香啊，来，这边是什么？我要走这个楼梯上去，这楼梯不知道有来，等一下，我丢一下。OK， 还好，就一直倒汗，觉得超不舒服。赶快上去。这边走要小心哦，那整个上面都长青苔了。好，上来楼上。这边是房间，过来看一下。衣柜，哎，这里有照片呢，都已经模糊不清了。
我等一下翻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我看。稍微走进去一点，楼梯这边很危险。小心点。来，小心，你再进去一点。这里有烧过的金子。你先，可以你帮我拍，我烧一张符，帮小贤净化一下。你先在那里休息，来。我是听到奇怪的声音。这边真的是日治到现在。里面。看一下，他说里面，我看一下。Ken， 你跟我进来。小贤，你站后面。没有，他现在站在这里，我在这边。好。对，有什么状况我就来接管。哎，干，干，有些暗啊，而且什么东西啊？你自己看，怎么女生的衣裤这样子被撕破在这里？我怎么起皮疙瘩了呀？难怪小贤起来，整个反应很奇怪。重点是他这一间里面都是女生的衣物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说要打给鬼哥吗？对，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。你先过来，先过来，先不要靠近。喂，哥哥，嗯，叔叔啊，你记得他这一间刚才小贤一上二楼就开始在吐嘛？啊，我就烧了一张那个符帮他净一下。我现在走进去后面那间房间有一个瓮，有一个瓮，哎，然后它墙壁上都是挂那个女生的衣物，地板也都是女生衣物啊。那个瓮我还没靠近看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是啊，上面有贴符啊，但是这里空间很窄。上面还有贴符？对，骗你怪，它上面有贴符。没事啊，我开视讯给你看，有看到吗？嗯，那小贤就小贤又你刚才吐了，那、啊、这个要怎么处理？你有带上去吗？有。我带。啊，你刷个哈哈个啊咋的？哎，胡啊，我得卖个单哦，一定管单。胡啊，我得卖个单哦。嗯。好，安尼。你最好是拿东西把它包起来。好，我的那个包包里面应该有塑胶袋啊，我用塑胶袋把它装起来。第一次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出现在野外，把它带回来看看是什么。对啊，啊，因为这里空间很窄啊。如果我们五个人来这边拍探险的话，很挤啊，没办法走路，太危险了。他从昭和，他墙壁有写啊，昭和时期这间房子就在了。好啊。OK， 那这样子我先处理，因为小贤很不舒服，我处理完赶快离开。好，拜拜。嗯。好。你再等一下下，猎人他这边。鬼哥交代他先把压煞带回去给他看。
下八卦周书，要请我一则八卦。本书五则八卦，周书五则八卦。八卦分明通天，太平永明长城稳，安天乐果地方化作修侠八卦术。空侠阿山修啊只八卦周书，去干新兵飞进古林。咻！重欸，这里面是什么？你刚买东西有一个袋子，应该装得下吧？应该可以，可是要绑紧，因为 我怕它这个盖子会不会开掉，因为开车点会晃。等下去超商买报纸，把它包住。